你还能做一个扣子试试。这两个左右两个小铲，它先挤，它后挤。现在可以看到，做出来这个扣子呢，稍微有一点鼓。怎么让它变得紧一点呢？这扣子紧一点，不这么高。调节这边这个螺丝，把它松开。松开之后，你那个杆儿，中间那个调节杆儿，调节螺母，你可以看到，哎，就把它挤紧了，轻微的拧一点，然后再将螺母背紧，这叫微调。右边这个同样的，如果想让它紧一点，也是松开。然后用中间的调节螺母，就往前走了，拧一点上紧。